你们不看一下小明打的吗？这怎么玩赖的？石头人怎么打？狠狠揍他！ 现在俄罗伊玩的都这么狂吗？要被泡烂了，战斗吧！ 左投俄洛伊还是强，但相位其实不太好打的。 可惜他没助攻，这线我还能控。果然打二路一还是得这样带，这样带最好。 只能是这样子换，这样换是比较好的。他还搞了个萃取，必须要 Q 闪加 W，Q 闪加 W 没机会换，因为你的灵魂被打掉之后，你还是会死。他怎么拉出来被击飞？他的 E 不会被强制打断，就是他只要施法，你就算压制他也没什么用，他照样拉着你。 Q 闪这么难杀吗？这英雄啊？ 还好，还行，能接受。哎，我没换传送。
放个传送可能会好。真难杀人，这东西，主要是我的技能不稳定，他移速有点快，他是 350 好像。 是法环，他刚刚在猪猪死的那次，有大招的石头人，我很怕他去上路给你一下。不会，不是哥们儿，这个石头人，别烫死我呀！ 下路要着重，扛不了啊！我挺强，我也要死。要不走呗，哥。挺好的，现在马上死了，不要给石头人吃亏。那这把下路压力有点大。 晕他呗！有没有做法呀，哥？哎哎！上路这么焦灼吗？打的声音，来车！又是要带这个起风打的，真是。 乱不好打、啊。其实我还是觉得就绿色那个重伤会好一点。 可以省点钱，就贵200块钱。哼哼，对啊，他技能空虚就必须得干。其实我刚刚闪现就可以直接弄死他了，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 直接冰刀砍了就行。我女朋友，她在外面玩游戏，怎么拉不到？不知道。
干嘛呀？我操！吃爽这过程。俄罗音，击飞打断，击飞打断不了。 他怎么知道我会从这里 Q 一下来呢？他这里有眼吗？Nice， 他刚才有看到我吗？我好像没注意。我敢假里假气，500的终结。这把其实最烦的还是这个轮子，这轮子妈有点烦。 冰刀黑切一起出，想到奎上帝要哭了。他主要是防止你现在穿透重复啊。这样上来了。啊！他能有这么快的移速吗？ 他移速好快，这家伙，395。他就是不往前走。 想预判他，预判不到。这数值怪是真有点烦。 玩俄罗伊上来都是假分，哎，真是假分怪，杀那么多次还是有那么高战斗力，他队友死的很不懂。那个上去了。啊，没事，我回去了。双人路，小问题。 他这样子出了恶心我，他能干嘛？我想要装。主要是带起风，你可以不用担心经济，带起风你会多340块钱。而且这个神奇鞋它不止300，它多一点点移速。潘运九头蛇可以搞吸血猛妹，我操！直接撞你啊！ 哎，撤死头人也太肉了，就这么死了，我操！大叔叫我上，我上了，然后我被笑笑笑个头啊！ 这下去有点难，主要我们下路太劣势了。
吸血是让你伤害高，他来打的。这里应该是没眼的，如果有眼，应该早就有人来干我了。他是要裸什么？裸破阵图？ 撞墙了，伙伴，套个虚弱不掉血，开个 W 站着 A， 我打不过这轮子，但是好像我没赏金，坏了，撞墙。只要轮子他开个E，你打了他会回血，这就很烦。直接开阿玛，我刚大招都没好哎。 而且被套虚弱了。轮子妈的东西怎么讲？简单粗暴，两下 A 型。那轮子妈带猫能给我们下路这个杰拉加老鼠这样啊？嗯，这东西就这样。几乎不掉血，轮子妈这东西几乎不掉血。 就是你丢技能控他，你反而会加血。嗯？好嚣张啊！打个人了啊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啊！不是，石头哥，喂！ 我操，不是吧？就这么追着你，血都不掉了，夸张哦！三件套，等三件套。我其实现在处在我本中路的。 好了。
为啥不带征服者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但是我暂时不能给你解释，因为我解释不了，这东西讲起来很复杂。还追？坚持一下。哇操！细节让人头啊！这个地方不太好滚，我如果用E的话，他就直接拖到我脸上了。干嘛呀？我感觉怎么喵喵喵？吃饱了就喵喵喵。安逸健身，就不放技能，直接砍。好屁呀！买这个好了，先买个这个放身上。感觉这把不太需要死。哎呀，我赶紧下去好不好？闹是没有用的，闹能解决问题？这石头人头真硬，他的头真硬啊！这石头人的头是真的硬，我操！这什么？我卡了一下吗？就这么把我 A 死了，太有操作了吧！这英雄，设计师能不能砍一下你？哎，轮子妈这么有操作，我被弹死了，夸张，太夸张，这是轮畜啊！我操，轮子妈，我操，不会把他给你单杀了？太有操作了，俄罗伊这英雄死十二次还能给狐狸宰了，太有操作了！我操，火箭者双抗的版本，还螳螂野区都出单挑五，失误手滑了，刚刚不是我玩的，我们家猫操作的。轮子妈的东西很白痴的，他就开个 W 就 A 你就行，伤害爆炸。接下来，我要给我们团队增加一点可看性。暴风大剑。还活着，我的惩戒就不
被开了吗？我尝试开点点，就是认真。他俩不是玩什么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队友，好晕，小叶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切魔来了，下完了。这个更有操作。表现鸡飞。我是知道他能杀得完的，所以我不玩。还行，确实可以杀的。这剑魔狗更有操作，装备起来砍就行，一刀一个。就砍，别放任何技能。看我贴的塔还有签名呢，给你们看看签名。哎，拿下，舒服了。